咁啊，另一隻啦，跌得仲慘嘅9988啦，阿李谷想問佢話現價又可唔可以入？我諗9988嚟計咧，走勢又係差翻嘅，即係當然之前你見到曾經因為一啲嘅回購規模加大啊，或者個人因素嚟講就彈翻過上去，咁但係始終近呢幾排即係個零禮拜再跌咧，一嚟都又係跌穿翻曬所有均線 ，even 甚至乎佢連裂口佢都比個港股更加早係補翻添嘅，因為個裂口底咧其實佢係91蚊邊，咁而家都再穿埋㗎啦，咁所以再咁望落去咧，就真係望翻之前71蚊嗰啲水平附近咯。咁所以你話搏唔搏？從走勢我就覺得一般嘅，因為都係壓曬啲均線同埋一個下行嘅格局，冇乜太大改變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搏都好咧，譬如假設你呢啲位入咗場咧，我諗你嚴格地真係守翻71蚊做個指示啦，即係穿翻三月份嘅低位咧。點樣講咧，都會係先行走一走先好啲。咁然之後上邊嚟講，你先搏佢嘅反彈咧，可能出現翻喺大概就挨近100蚊呢啲水平附近。咁我諗咁樣，如果純粹從一個搏反彈嘅策略咧，嚴守止蝕呢個位咧，會係好關鍵先咯。係好。